三二一走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二明。是这样的，咱们上一个视频我看到有这么一条留言。二明，搞清楚自己的定位，你是白酒区著名 UP， 想上榜美食区 UP 主还差得远。咱现实点，就不要老惦记着美食区 UP 的位置了，老老实实在白酒区称王就好了。必是大大的喝酒必有。我主要是怕你们视觉疲劳，想给你们换换口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视觉疲劳吗？疲劳的话扣一，不疲劳的话还等什么？干就完了。来自内蒙呼伦贝尔海拉尔雪花华润雪花啤酒。这什么时候收购的？怎么都没告诉我？海拉尔啤酒24罐，据说这个酒在他们当地，包括喝过这个酒的人评价极高。那么这个酒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喝？咱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来试一下，因为这个酒也是一个粉丝朋友送的，都好久好久了。酒到那是一个夏天的事，而且我家里面的酒太多了，以至于把这个酒给压到最下面，然后那天搞卫生把它刨出来，然后我才发现还这么一款酒。这个天气咱们就不动了，虽然我穿短袖，但是还是有点冷，主要是我这个灯照的我有点热，相当于反向口太阳。可想而知我的夏天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，还不够三秒。这泡沫可以啊，海拉尔特制啤酒。啊对，因为我实在记不清给我送这个啤酒的那个粉丝名字叫什么，所以很抱歉啊。再也不说了，一会儿多喝一口。海拉尔特制啤酒，原料水、麦芽、大米、酒花青膏，原麦汁浓度11P， 可以啊。酒精度3.7度，这个酒精度偏高。你说话前这个泡沫已经消差不多了，这颜色就是那种水啤颜色，它味道很香，试一款。怎么有点甜啊？那个甜甜的，而且是那种冰糖的甜，味道很香很浓郁，就一口下去有一种让你很难忘的感觉。它口感不是那种苦的那一种，它带点微苦，然后甜会多一点，这口感挺独特的，有麦芽的香气。对了，未成年人禁止饮酒，严禁酒驾。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口味很浓烈，我并没有喝出很浓烈来，反而觉得很柔和。难道是我口腔出问题了？我就喜欢听那种啤酒泡沫那种沙沙的声音，很简单。咱们不干喝，羊肉串儿，受不了呼伦贝尔，那得把那边的啤酒跟羊肉吃上，干！哇，过瘾！海拉尔啤酒再配上这个鲜嫩肥润的羊肉，这里面的东西也变得格外的温暖。哇，因为我没去过内蒙，然后之前看我和我的祖国，然后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讲什么白昼流星，然后让我重新认识内蒙。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内蒙就等于大草原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地见牛羊。而那个电影里面出现的镜头就是一片荒芜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也有可能故事里面讲的是冬天，这个时候那边的雪应该挺厚的，找机会一定要去一趟内蒙。哇，而且那边给我的印象，内蒙应该是喝高度白的居多，因为蒙古那边冬天特别寒冷，然后喝点啤酒去去寒。我之前不是也喝过那个闷倒驴嘛，虽然那个酒不是很正宗，然后喝完头疼，但在我印象里感觉内蒙那边喝
喝高度白的居多。啤酒应该是给小孩，不是，应该是给女孩喝的居多。就早年间有这么一段话，就形容内蒙的，就内蒙有多少条河流，还有就有多少酒厂，而有多少酒厂，就有多少期限，有点夸张啊。看这视频的有没有内蒙的朋友，可以弹幕普及一下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海拉尔啤酒在他们当地盛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区域性，它不像青岛啊、燕京等一些大品牌的啤酒，它符合全国性。像这个酒，很多人说它口味比较浓烈，其实我喝的浓烈的话谈不上，我觉得就挺独特的，然后带点甜，可能比较符合内蒙呼伦贝尔当地人的一个吃饭还吃菜那种口味。我喝的还行，并没有很普通，也没有很特别，但凡是民主的都支持。就喝三罐啊，多了不喝，拿拿味也行。然后这一个也是敬咱们这位粉丝朋友给我送这么好的酒，哇，现在稍微吃点又要撑。我现在翻看我以前的视频，特别是喝日本清酒那一期，哇，吃太多了，跟猪似的，那看起来都怕啊。我也是那个时候发胖，好不容易减回来，我又不想再回到以前的状态，看起来也不会那么油腻。哇，我靠，我今天不止喝了三罐，喝了四罐。我给咱们总结一下，这个串儿不用说了，好吃。海拉尔特制啤酒，平常心哈，对我来说，它没有像网上的一些网友讲的说这个酒啊好喝的什么没边儿之类的，就唯一区别于它是偏甜的，也比较好吞咽。不过它后劲，我喝了四罐，然后已经有那种微醺的感觉，3.7度的不容小觑。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。OK， 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帮我点关注以及分享以及转发。咱们下期再见，告辞。